爱丁顿熊的火箭。叔叔，他们熟了。果酱不行，很好，西红柿。记住，用刀的时候要非常小心。露西婶婶说，聪明的熊。您在哪里学的这么好的刀工？你不想知道的。只要一片三明治，就能提供一只熊一天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下吗？下。很好，好的。现在该放糖了。这样果汁就会变成果酱。多少？多放点儿。再来，啊，挤点柠檬汁，一点肉桂粉，然后再多加一点糖。那么，好了吗？现在还不好说，等果汁凝固了才知道。